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我们的冬季晨发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有来了一群陆江国小的小朋友，很欢迎你们。那在舞台上，其实如果我没有说，其实你们应该不会知道说我们这一届在舞台上其实里面大概有应该是说三分之二没有乐团的经验，没有，而且我们这里面有今年暑假，就是当他知道他考上了大学的时候，他才开始学小提琴的，很不少个。对，那刚开始练团对我来说很辛苦，没有乐团经验，没有实际的技术上的成熟，实际上要跟有某些乐团经验的孩子在一起练习，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他们虽然不尽完美，可是我觉得他能够把一整套下半场的曲目这样拉完，而且不同的风格，真的是很不容易了。请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那我们有个应景的曲目，就是金狗标金狗标，那如果大家很欢乐，我就跟着一起拍拍手，谢谢。Thank you.